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工地上各工种他们一天的收入情况。走。师傅，问一下你当天做包工还做点工啊？做点工。做点工，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呢？一天大概八个半小时。八个半小时。那一天挣多少呢？一天400多块钱。400。今天挺热的，也挺辛苦的哈、哦。对。来，抽根烟。哎，师傅，问一下你这边一天挣多少钱呢、啊？大概300来块钱。300，做几个小时啊？大概8-9个小时。8-9个小时，每天都搬上不来？这个不一定了，要看天气。如果下大雨的话，就做不了。那一个月也有20多天吧？大概差不多吧。也有10000左右。差不多。不过也挺辛苦的哈、哦。是吧？为了生活嘛。谢谢师傅哈。哎，小伙子，这年纪做什么的？我做木工的。啊，挣多少钱一天呢？做500-600吧，都不固定，都是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。这不年纪娶老婆不？没有啊，不过谈了女朋友4年了。哎，师傅，做什么的？外加工啊。啊，外加工，挣多少钱一天呢？差不多1000多吧。1000多啊？对。那是赶工期还是天天都有嘞？天天都有啊。天天都有啊。那点工多少嘞？点工啊，点工差不多有500多吧。500多啊？兄弟，那边还嫁人不？我跟你问了。嫁不了，嫁不了，满了。那谢谢啊。今天了解下来，他们一个月挣1万块钱以上问题不大，有的甚至2万，不过确实很辛苦，毕竟一份付出一份收获嘛。给他们点赞。